的预估，全球智慧制造市场规模在2026年会达到6200亿美金，所以现在台厂要纷纷卡位，像是鸿海旗下的法博，全球首创企业级机器人管理平台；广达的达明呢，也打造 AI 机器人大军。跟着音乐，手舞足蹈，广达旗下达明自动画展大秀 AI 机器人。已经有超过千只手臂刀入母集团的工厂，是生产苹果笔电的大帮手。如今更推广到其他产业。机器人的应用不只是组装跟搬运，甚至导入汽车产线的检测检查，减少人力漏看的风险。台湾国产龙头车厂在生产线终端最后一道品管关卡，就是使用机器人进行所有汽车配备检验。达明这几年更跨入半导体产业，自动化协助半导体业者打造一站式解决方案，降低人力移动时损耗的可能。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是他的客户。半导体刚才有看到的一个晶圆片的取放的 AI 技术，还有一些检测的一个 AI 技术，自动化是一个不变的趋势。不止广达，鸿海也有卡位，旗下法博智全球首创企业级机器人管理平台，可以整合跨品牌的手臂跟移动车。未来除了渴望导入鸿海旗下灯塔工厂外，高承载的能力也会服务集团的电动车厂物流。相信那个电动车的产业是未来是蓬勃发展的，鸿海的一些厂区的制造这个体系上面，包含了这个产线间的物流搬运，我们都会逐步的来导入。根据调研机构统计，全球智慧制造的市场规模，2021年3050亿美元，2026年将高达6200亿美元。台厂产线技术卡位 AI 机器人的庞大商机。张学许、陈晓峰。